来玩这款游戏，收割者乌鸦，无限开关，新一波，这次的主角是乌鸦。好厉害的乌鸦拿镰刀啊！我在前阵子啊，有看到网上那边有讲啊，就是乌鸦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鸟类啊。靠北啊！我才刚在称赞你哎，你就打输人家了，丢脸了！来，拜强化一下。好啦。现在乌鸦要起飞了吗？开始连游戏都在做乌鸦了，啊？秀个技能出来给我们看一下，可以吗？500钻，召唤武器，好烂哦！哦，一个绿色的。整批合成，哎呀，感觉起来不太行嘞，这是小品游戏而已啊。背景音乐关掉吧，吵死人了。也没什么打击感了，信箱空的，一定是空的，连信箱都要近期才更新啊！我操，你游戏啊，都做出来了，信箱也不做出来呀、啊？是这样子就想要骗人家进来氪金啊？啊，不能叫骗，你这样子想要吸引人家进来氪金啊？不可能的啦！啊，你这样子做啊，就是普普通通而已啊，小品游戏啊。这游戏好玩在哪里呢？看不出来，竟然近期更新啊，这个可能要给他一点时间了啦。我召唤技能了，那技能，装一下吧。看一下，看一下你那个技能秀不秀？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啊！副本嘞 ，BOSS 啊！被秒杀了，好了，我要删游戏了。